博士，啊，新聞報道聽日有個超級月食啊，會紅色喎、啊。坊間就話可能呢啲咁嘅現象啊，有不祥事件發生。你覺得有冇呢啲咁嘅事咧？宇宙有個懷疑力嘅，嗯，有懷疑力，你可以穿作富貴，嗯，但你話個天體運行有冇影響咧？佢又有影響，嗯，咁世間事千絲萬縷，你攞個天文嘅現象咧，黐埋啲事情去講咧，嗯，就日日都有得講噶啦，嗯，日日都有事發生嘛。是很容易，又不是跌機又是第二樣的啦，是不是？我先講正常的情況先，它是很湊巧的，在中國歷史上有幾件大事，遠的就追溯不到啦，還有穿作不到呢，太過穿作乎的，講近代的歷史，近一點的，明朝呢就忙於去食嗰日嘅，哦，就係呢個去食嗰日。嗯，嗰日咧就係李自成攻陷北京。嗯，第二日咧就崇祯咧走咗去自殺，吊頸。嗯，想吊。咁啊，明朝忙咗啦。嗯，講翻住先，影響到清朝嗰啲興起。嗯。所以變咗明朝咧就忙於去食嗰日，即係去食嗰日去月啊，嗰月份啊，月嘅月。清朝咧就興起去月嗰日，但又忙於去月嗰日喎。嗯。點解咧？咁你可以啲人穿作富貴就楞到咧，冇想起月嗰日咧又係去月食喎，就嗰日又去月食喎。好神奇，咁巧合啊！咁世間事係巧合。嗯。咁好啦，以我哋作為凡夫，真係個宇宙有一盤咁嘅數喺度，啲盤數咧改唔到嘅話咧，你知嚟都冇咩用。嗯。你知道都冇。你又如果唔確切佢講嘅，咁咪引起世界恐慌，係冇意思嘅。嗯，譬如我話俾你聽，最簡單，嗱下個月咧地震啦咁，你改變唔到噶。係，得個驚字，有冇驚字嘅啫？又冇辦法改變。冇辦法。嗯。譬如話，好似日本咁，佢話東京幾多年後六沉，六沉，而家咪。嗯，改變唔到啊！嗯，永遠就成住壞空。大嘅格局改變唔到，但人嘅格局咧，就係、是、人就比較活動嘅，你可以走位。嗯，可以避。人可以走，可以避。咁係咪你算到而佢避咧？呢、這個就世俗人咧，就算有咩功夫咧，佢有啲都特登唔避嘅。嗯，因為佢涉及另外一個層面。嗯。你避只不過話你貪生怕死啫。係。係恐懼啫。咁你譬如話而家大家睇印度。在正常人的情懷，我生命咁重要，搞到思環變嘢，連消失都消唔切，有些又掉曬喺個河邊啦，咁係嘛？嗯。仲慘過嗰啲動物死屍，個畫面大家睇到啦。嗯。好多死屍，啲病毒係嘛？嗯。通街都係。嗯。但又講翻轉頭睇咯喎。嗯。你真係逃房啦。嗯。走去。街市啊，個魚檔啊，你睇住嗰啲魚啊，條條瞓曬喺度，同死屍有咩分別啊？嗯，係啊，佢都係生命嚟噶嘛。係啊，啊點樣你嗰啲生命又唔珍貴嘅？嗯。所以古代咧，
嗰啲大嘅修行人咧，佢最重視都係唔好去傷害生命。嗯，唔傷害生命咧，就係、是、你提高自己嘅慈悲心啦。嗯，推己及人，自己都唔中意痛苦噶嘛。嗯，係。點解你又會令到人哋有痛苦咧？嗯。呢、这個問題咧，你睇到今日我哋特區政府一有啲官員有啲差錯出嚟咧，就個啲官咧跳出嚟啦，即係等於嗰個蔡展鵬公公，東廠嘅廠長，無罪推定啊，特別啊葉劉出嚟唔可以未審先判啊！嗯，有啲話佢謝偉俊呢個黑衣仲話佢係，嗰啲罪啊，仲輕過衝紅燈啦。嗯，既然間你咁強調無罪推定，咁而家俾你嗰啲人拉咗嘅四廿幾人都未審喎，你又扣留去坐監，咁點你唔用無罪推定咧？係嘛？係。咁變咗你用嗰個法律嘅準則就唔得公正啊嘛。嗯。啊，呢個先大問題。係啦，而家香港就點解會咁亂咧？嗯。點解中國亦都咁亂咁多問題？就算你習先生管治個黨同埋個中國，你唔得公正咧就。神仙難救的嘛，啲黨員都覺得唔公平。當然，你用你的鐵桶的制度箍死曬，獨裁加上暴政，咁就冇計咯。但你唔會和諧噶嘛，社會係嘛？人喺個心度有把尺。在任何時代咧，你有權力嘅，我公正咧好重要。嗯，係。好啊，譬如就你推廣到話，而家打疫苗，打嗰啲肺炎嘅疫苗，市場上有好多種噶嘛。嗯。點解你唔俾人哋入口？就算你政府指定用兩種，你俾其他醫生可以引進嗰啲世衛認可嘅藥物入嚟，有人肯俾錢打噶嘛？嗯。現在的社會就點解咁多人唔打呢？就好多單元疫苗咧，你話冇直接關係，但係打完佢過咗冇幾耐咧，就出事入咗醫院啊嘛。嗯。你冇說服力叫人去打啊嘛。好啦，如果你批准啲醫生可自己去賣啲藥苗入口，係世衛組織認可嘅。俄羅斯好，英國好，其他國家好，只要世衛批准咗嘅，有啲人咪可以去揀咯。係，係啊。如果佢有俄羅斯嚟，我會去打噶。嗯。係啊。佢公布咗係好輕微小嘅副作用啊嘛。嗯。係嘛？係。我而家香港佢哋強迫啲公務員或者啲醫護人員要打。你唔打咧，就影響你份工。啲人焗住要打啦，但你佢打得唔安樂又唔開心。嗯。據我所知咧，有啲做醫護嘅人員咧，佢就預咗一個禮拜咧，日日食亞視不寧。嗯。哦。等啲血液咧就稀好冇咁濃。嗯。點解佢出事嘅時間咧都冇咁大鑊？哦，驚嗰個。你嗰個血栓塞嗰度咧影響好大鑊啊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啊。好啊！你政府，你呢個咁嘅陳肇始、朱八怪，佢邊有夠班去做呢個位咧？好啦，咁你中聯辦、港澳辦啲幹部喺香港，你又冇了解民情嘅咩？咁你中國一個弱嘅，你又唔引進嚟香港，俾人多個選擇。有啲市民肯俾錢打嘅喎。唔一定要你政府打埋免費，唔會貪你嗰啲嘅喎。嗯，係。
只要你俾嗰啲有牌嘅醫生、合法嘅西醫，佢接受咗啲人客訂咗，佢打疫苗係中意打呢個國家，你咪等佢搞，係咪啊？呢個變通亦都靈活啊嘛。嗯，係咪？係啊，啲人開心啲啊，自己有搞。你睇到你第一最重要喺我個人觀點，到而家咧冇一個政府或者一個權威機構，或者你叫世衛，你要我打乜都得，你俾份擔保書我打完係冇事啊。嗯，即係話唔怕感染啊，真係。嗯，你冇人出到呢份書啊嘛，喺度估估下啫嘛。而家大家睇個世界咧，越打得針多咧就越嚟越多喎。嗯，今日馬來西亞超過7000啊，知唔知啊？哇！嚇咁犀利啊！唔打嗰輪都冇事喎、啊，越打越多，越打就越多，啲數字周圍膨脹喎、啊。咁你啲人間喺全世界冇去檢點噶嘛？好啦，我哋挑戰呢班人，全世界我向全世界挑戰嘅，唔係淨係向香港嘅，我哋所有國家的醫生，你邊個可以出嚟一齊吸病毒去測試？我用我嘅方法測試俾你睇。我啱啱今日亦都通知馬來西亞嗰邊，叫佢哋去印尼取經。嗯、印尼咧就係、是、用佢白樹油做防止嘅，就唔係用萬金油。佢哋本土嘅白樹油好多人都用嚟防止。第二咧就印尼咧最近死嘅人數好少，理由佢我哋所攞翻嚟嘅證據同資料。他們有一班醫生是適醫這個肺炎特別的、所以他在印尼很多華人中一招不去醫院看的 call 醫生回來家跟他執藥處理了最慢都10日沒事、10日搞定通常7日內就好了所以變成他個個就安心、我當你是傷風感冒而已不用搞到那麼恐慌嘛咁、你而家香港嘅醫務處有冇做過呢個 search 嘅世界？啊，越南又冇咩事喎、啊，係嘛？係。咁你哋有冇真係取經啊？嚇！成日喺度嘈喧巴閉，話乜嘢事做唔到，跟住又話跳咗兩六八九出嚟，又踩呢個柒鑊。呢啲我哋唔理佢啦，佢哋嗰啲狗咬狗骨。嗯。啊、你多我背脊，我多你背脊，啊，為咗將來爭張凳仔坐，係嘛？各有圖謀。但呢個中央政府要插手㗎，因為香港呢班官員咧係冇能力去處理呢啲問題，佢連走喺周圍取經佢都唔去。你知世衛呢啲咁嘅貪污嘅檔口嚟幫你世界，世衛組織佢一早就要拆散佢。嗯，阿當真攞台啫嘛，佢應該另起爐灶。你連台灣啲咁好，你都唔俾人加入去做觀察員，已經知道呢啲人嘅胸襟啊、量度啊、嗰、那個作風啊，非常曳。嗯，啱啱先？係啊。醫術咧就冇界線嘅，總之你能夠嘅方法醫得好咧，你就要用噶啦。因為你就算你用咩植物咩草藥，都係大自然嘅力嚟噶嘛。嗯，啲草藥唔係人發明出嚟噶嘛，佢有效你咪用咯。你差得咩國家嘅藥啫？啱啱啊？最緊要靈噶嘛，睇醫生。所以呢啲咁嘅全世界啲咁嘅醫學界咧，要重組嘅，變咗個巨無霸嘅組織。嗯，一路去傷害嗰民間嘅資源。全世界經濟咧係喺個醫療制度嗰度出事。啲藥霸加埋啲醫霸，當然有好多幸運國手咧係有醫德嘅，但近代呢啲50歲之前嘅咧，未夠50歲嘅呢個醫德咧就弱啦，同埋個醫術嘅水平好差，好差，急就章嘛，啲人資質低啊嘛，將啲學分降低咗，咪等你提早畢業咯，啱嘛？係，特別香港嘅醫療制度咧好差，我大家希望有些人有新聞反省啦，係嘛？係啊，係咁先。好，多謝博士。